每名就周得娱乐，同样来倾偈。我知教，你知道，我人根根肉林教养面膜，肉林根好重要，让你透露安无特别缺。张扬，今天我知你都教肉来知嘛？冇喺前嚟，你冇见你好唔好吃？冇事吧？对肉林正嘅人啊有吃，你冇得吃？你话我冇啊？咩啦？明天我去远呢？记住啊，明天记住好唔好吃咯喎？麻烦得。我知教来知道呢，就算肉林人，我知吃教肉嘅，佢非常之有那个口嘅。是啊，今年我知呢，肉林好多代代奶奶嘅饮食汤，都带佢后嚟多出来，集人啊好多人。是啊。跟那教育来知嘅人特别多，我知呢已经成为肉林人嘅成代啲人。佢是真真正正肉林特有嘅电日，认识嘅肉林嘅教育文物。佢讲呢肉林嘅教育文物啊，冇似到每个人都认识嘅嘛。其实我知已经过咗十几日啦，冇啥关于肉林人，我知喺教育嘅话题呢，都是透难得好热闹的。一边是肉林嗰只特有嘅文物为荣，一边呢是平民嘅泼冷水。我人倾偈呢，就是要倾倾肉林人官方嘅话题啦。都是我知嘅教育也已经飘散，我又仲要倾倾嗰只我知教。一路回顾咗我知当日肉林嘅盛况。我知呢是一年中最热嘅一日，肉林人呢偏偏喜欢到嘅人呢喺教育荔枝嘅烧刀，佢正呢是肉林人特有嘅放毒习惯。我知嘅人也到好代的，黑线呢不一定是锻炼最热嘅一日，更加天气特别嘅热。今日嘅天气到达一波温暖嘅，冇肉林人喺教育荔枝饮烧刀嘅热定烧得加旺，咁样呢围住只围哥。一边呢喺教育，一边呢就喷荔枝，或者呢当呢荔枝呢男人的烧刀里吃荔枝刀，边吃的偏境界，走么走呢也吹喇嘛，兴高采烈。教育的神呀，荔枝的甜蜜，而从开心的心茶外，男女胆子呢也算是肉林的一段啦。做肉林有即教育荔枝的。做肉林就好咧，吃着讲着荔枝。做肉林好似教得啦，成条金斑路。做肉林很该好似教育飘逸。做肉林啊，做你冇听到话，两人都唔肉林系会做，就做某啲教育荔枝呢件事开始先。我知教荔枝豆算肉林嘅传统啊特色，是地方风味啊。教育呢是区地方式呀，主呀对不对，主呀这样这样子我们两个够要做，你两个比较远呀，你的黑呢用公共方弄个黑呢呀明天立地呀，我知前年地块上对你对人你啊，我人肉林我的话呢就是跟呢或者鼻涕我知呢荔枝是教育的话呢他就说或者鼻涕平时什么担着担着烧刀呢，就是肉林的特色，更不有些都有我呢教育我的是鼻涕，你肉林的特色就是的，有些时候我是统一教组织教去鼻涕啊。我知呢正处于本地荔枝丰收期，近日呢肉林城区外卖荔枝嘅特别嘅多，好多平时破热冇咁兴荔枝嘅市民，多少呢也为买啖荔枝吃。荔枝呢特别香味，睇来教育荔枝碟也能够助农民登高收入嘅喎。肉林嘅我知荔枝教育店呢，成为呢肉林特有嘅一种民官民俗嘅啲庆活动。啊，你每年呢？到了五季的年，也就是个，春天已经过去，啊，炎热的五天，你打扑面而来，所以嗰只，炎热加太嘅呢人呢，我哋肉林人呢，就应好地应嘅，应成了一只民间传统炎热炎热，荔枝成为呢肉林特有的啊，比较优雅的品种。你必须用用嘅牙怪飞
追溯到我们玉林的历史，廿桂妃的荔枝就在东市里间不远万里，在玉林啊，还到京城啊，所以佢渊源同荔枝同廿桂妃是分唔开的。木捞用圆的荔枝看到飞地飘，佢将荔枝比较闻名于名于中为了，历代都是帝王大花啊。这个推送的一大品种之一，先让老人好地烟，就南都一代的人，我们要喷洒我们的荔枝。同时呢，让老人种地方呢，牙膏的传统也比较悠久啊，好地烟就应声了，让老人特有的民间传统的人，就是荔枝教育的。我们都为某个部门，都会让我们的国家政府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外的重视啊，我们正在当我们好有地方特色的荔枝教育的申报为第一批玉州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紧接着我们外部呢，要打个职地方特色的电影申报为我们玉林市一级的，准备外部我要申报为共梯级。玉林人几时开始敖之吃荔枝教育的呢？其实麻烦不好精了，不过听到两人讲他的奶事就有一定的放手，只不过农村人之少呢，还是极时兴，其实是个十零年早兴的。荔枝教育的应该是对神推的兴任电影，因为有的人呢，代归小王的人都是遇到一些目的只有一只代判荔枝的教育，他没有打餐的装头的，很多是贪人杀毒，好知的人呢，很多是朋友的斗友的地位，甚至周边的梧州啊、贵港、龙岭的地方的人，都是专程开车开车过来光赴玉林人的盛宴。为什么敖之教育荔枝的偏偏对玉林兴起呢？你知道吗？即我莫是有听错了吗？安怀玉林有独特的教育文化，我要太太记者的俾佢听。喺教育有文化噶，我要太太嗰只赞扬而教育官有呢些嘅教育文化呢？玉林赞扬而教育官是专门读教育烹饪嘅道馆，佢嘅教育文化呢，对玉林都有一定嘅代表性。佢认为教育入台步，对中国嘅更呢去为源远流长，变得啥事一种饮食文化。明代嘅代议哥李时珍对半条公墓事件呢就讲，教育有益身健体嘅功嘅功用。玉林嘅教育文化，首先是一教都教都吃，一吊胎教吊胎教。玉林人呢，可以读出十二廿嘅品种，种种特色吃货，分人呢软窝流连。今年帝国湖南市嘅事件。代表中反念反观的教育为国使而杂奏兴旺，在全国的事呢少见的。当时在教育呢有很多传说故事，玉林人呢当喜欢接受，在廿二教育管理单呢就揸贴了很多在个教育冇改变，教育管风管神仙几毛运，教育呀发条大等等有关于在教育的故事的传说。东周就有只李世民，都是皇帝啦。佢就是人哥，那敌兵追嚟冇办法啦，就沿着小林啲见啲和尚，呀，啲和尚呢，就招嚟李世民，李世民呢，哎呀，就问佢啲和尚食啦食啦，佢嗰阵嗰啲平沙仙呢，行转嚟教咗喺佢嘅身体，呀，如果是假装，呀，你见啲和尚系嘢教咗噶，你咪是有啲呀心中有法，呀，你咪是呀生法。应该冇得教育噶，冇得教育冇有力噶哇！呀，嗰啲嗰啲老兄，佢见你定人咧，招你出来，就是吃教育，呀，是有力哇！呀，佢就崩噶啦，嗰啲十几个个人啫，佢就崩到冇教我哋多呀！阿边咧，李世民就派时机，呀，人去当人吃教育。喜欢一个人的贱人的贱。喜欢会跳舞的鱼，喜欢幼儿幼我的样子，甜蜜滋养喜欢露，独特牛维塔激活青春辣动力，甜蜜的滋养，甜蜜的花香，果冻的发丝让阳光也爱上，就是我的样子。幼儿幼我的样子，甜蜜滋养喜发露。
北斗星隆重，星隆重推出1.0领航版，购买即可享受厂家直补现金3000元，现金售价36980元。广西玉林市骏美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昌河铃木 4S 店，祝您拥有北斗星的生活，欣欣向荣。玉林市宝聚电线电缆获评广西名牌产品，广西著名商标，全国首合同众信用企业，全国用户满意产品等多项殊荣。光明的使者，成功的动力，平安的保证，宝聚电线。玉林市五官科医院是广西医科大学技术队中合作单位，对五官科各种疾病的诊疗已达到广西先进水平，品牌专科医院，疗效更保证。玉林市五官科医院，电话0775281917。广西春茂集团来前排饲料，养殖长速快，速快出栏早，料比低，赚钱多，来自本土的好饲料，春茂来前排饲料，为您多赚钱的饲料。电话07753795080。玉林市电子工业学校，广西规模最大的4个区级示范中职学校，集团化、多元化办学，且实力强大的品牌学校。国家级意向汽车维修实训基地，4个区级电工电子实训基地，4个区级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品牌培训基地。2009年全区技能大赛同类学校获奖人数、奖项最多，等地最高，专业热门，师资雄厚，设备先进，质量保证，确保就业。报读我校获国家助学金3000元，招生热线2381578，学技到育工，创业必成功。最专业的汽车维修，最高质的售后服务，玉林市骏业汽车维修厂是玉林市中高端轿车专业维修厂，提供有专业的快修、喷漆、维修、保养等服务，拥有先进的检测设备，经验丰富的技师，专业维修修奔驰、宝马、丰田、本田、日产、三菱以及各种进口轿车。昌河铃木 4S 店特约售后服务站和一汽丰田授权远程服务站，坚持高标准、高品质服务，是您爱车维修保养的最佳选择。2003年九号成绩公布，北霸中学的通航超以690分交于岳南市李威崇院，短缺的痛窝。其实九号状元啊，也系好多与众不同噶吧？佢有实力嘅与众不同呢？一正呢是个婆婆呢，是佢嘅数学老师。第二呢，佢纪念店中学嘅时候呢，成绩全部是 A 哥，都冇人上岳南高中。大当即时呢，佢中意玩咧电脑游戏啊，咁个婆婆啊，当然都冇玩真嘅玩噶嘛。今日我来到北霸高中，当身边嘅哥呢，就是岳南嘅九号李威崇院。他获得690分的高分成绩，已经是名列公开的大聪明。其实我们就来退风有缺。其实我觉得学习的话，像我们班的老师说，是两方面，一方面，是心态上要做到轻松自然，但是呢，在行动上要做到紧张，和那个迅速，不能够把今天的事情留到明天。但是呢，也不必要把明天做的事情压到今天来做，这样太紧张的话，对自己也是不好的。另一方面的话，在高三的复习中，我总结出一个非常重要的，也就是甚至可以说最重要的规律，就是说考试时候一定要安排好做每道题的时间，这样子的话，才能既保证做的题目够多，而且准确率也足够高。除了跑步，平常还有什么娱乐活动啊？其实我比较喜欢玩电脑游戏，这个的话特别是和认识的同学一起玩，我觉得这样还更有趣味。实际上我们在电脑上玩游戏的话，好玩的并不是游戏本身，而是跟认识的同学一起并肩作战那种默契感。那你会安排好学习跟游戏的时间吗？我认为是会的。在高一高二时候玩，我觉得我可以算有些沉迷电脑游戏，但是上了高三以后，因为学习压力增大了嘛，然后我就主动的控制自己要远离电脑游戏。在高考前的3个月，我连电脑碰都没碰过一下。那你还算是那个自制力蛮强的吗？对啊，我认为取得好成绩的一个必要条件就是一定要有比较强的自制能力，不管是玩游戏啊，还是和上课的时候和别人讲话，这种的话都是要一定的自制能力才能够控制的。
从小啊开始呢，佢一直都是好爱吓耍只人，啊，又爱运动，呀，又爱呢这个上网念书知识，又爱好睇电视，啊，爱好比较广泛。我以一般本高将嘅不懂之痴呢个人类，我对待达令呢就是对小孩要求严格，但是又温柔。好笑，我极笑无过佢，我就答应佢啫嘛。啊，是啊。啊，成个对待佢，对待佢嘅神无万代呢？我对待神无万代呢，我是个人都睇嘅。因为当今社会呢是信息社会，是网络世界。不管乃反对也好，啊，这个成人也好，疑问也好，都存在人们生活中。网络世界是毁灭世界，当然实世界是有好大犯错的。小孩像小猫是个天性，只不过一些现代人呢，特别是青少年人，某种的小猫应该是按照现代社会的不是健全的人。关键是怎么样人头的正確地利用現代網絡世界來獲得更多的知識，更全面的對世界更全面了解。我呢個的小黨長呢，佢對佢方面呢個策略性好強，佢隨機對佢嘅能夠控制嚟嘅。今年九號，萬當負面七大被告親眼意外，所以楊林浩沙普遍成績都冇驚。九號萬當對雞翻成落馬一齊跌翻。由肉胶的刘一军同学好得。2009九号肉篮漫威总院七代肉篮胶装，想见到我身边的话同学呢，就算肉篮的漫威总院刘一军同学了。是因为听听叫杨光端的结局和内贵小安叫做偶搭经验。我觉得学习是一件很有乐趣的事情，我给大家的学习建议就是享受学习，注重基础，重视高效的课堂效率，保持平稳的心态，还有就是多跟老师同学交流，保持丰富的文娱生活。九号是人沙重要的一步，我人对那位文理状元表示祝贺，同时呢对个人人心更加自己的敖达心灯表示感激。小通同我说话得三五地有康官，确实应该引起我人过炸喜好。是人到囊衣三五呢，还是某边囊衣三五？许多过炸播囊衣三五，都成了昂碎马兽。还有播囊衣加条队猛六西归之外，宁愿某某电力回恶，佢仲有固定，都是某转少的。是啊，对于囊衣三五问题呢，关键呢只要睇囊衣嘅抵抗能力。如果囊衣三五成人啊，万一万嘢嘅三五，就冇得噶啦。是啊，系啦，嗰只问题我就冇讲啦。其实三个月批逃学生喺外调出来，好多人喺外调面临大学生过得环境。啥地方我有四个计划条件呢？我系电话连线远在沙海嘅，就今年九号晚会状元，短缺晚会半圆廿零。首先呢，我要呀各位一家读沙嗰只新嘅大学沙海嘅同学呢表示祝贺。确实是呢，我想啊，现在我呢是一只比较大的一只科员，而且可能讲呢，首先是讲在高中期间呢，一般来讲呢，就是在大学呢，当时啊，部分的经历啊，习惯啊，碰到学习啥啊，而且呢，正在就是四季观啊，人生观呢，当某时候完整，某时候成熟，所以我对我嗰只观念呢，我觉得呢，是个非常重要的形成自己的人生观和思维观，为有为以后嗰只共读啊、沙画都一个比较好的基础嘅一只重要的观念。佢哋嘅其他外国冇多讲啊，佢哋只我明嘅是重点刚刚我自己嘅人呢个人嘅种台湾。第一点呢，个人台湾呢，我是嗰只都读书，都读好书，系在嗰个在学里边呢是非常难得嘅一只学习嘅习惯。如果你通过嗰只讲读以后呢，系就比较难有嗰只成为嘅习惯。咁样你去不论是在嗰只基础部啊、专业部啊方面啦，再去读一些比较深入嘅一些阅读。另外呢，个人觉得呢，
其实上呢，对个以后通过工作以后呢，并冇时间一定是东区更大的专业的搿只个工作范围。所以讲对我机关呢，如果再读书、再读后续的话呢，一些方面呢是可以突破自己的难关，可以去发展自己的一些兴趣点。这样呢可以帮助治疗这些工作呢实际的通过工作呢有这个比较好的一些好处。但这几年呢我觉得是这些最高朋友来想这么说呢，因为在对我机关啊，对我这些动物的友情啊，我觉得是非常好贵的。因为工作以后呢，可能是有各种各样的原因啦，有可能是被这种人带过来啊，有很多其他的一些安抚啊、通道的理解，可能我在做机关的一些各种人带过来呢，我是比较纯粹的。所以讲呢，这点习惯呢，对工作以后呢，也是可以突破自己的一些过来人，但已经呢可以是讲。外地对这类一些人脉的关爱啊，但今次今年呢，我觉得是多磨练自己，多锻炼自己。搿只磨练个锻炼呢，有哪方面的意义？第一只方面呢是多锻炼身体，不只要把搿只身体锻炼好了呢，以后出门有搿只家门的本钱。第二只磨练的意义呢，是讲要通过一些搿种写来的实践。一般的对我理解呢，总有许多搿种高远的写段，像一些兴趣的小组啊，大家呢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点呢，去多通过一些搿种写来实践。另外的呢，我觉得如果到了高年级以后。这个可以的玩意的这种机会啊，去到写来啥个人啊，去玩意的本来啊，去当啥个吧，或者是通过一些写来找点组织的一些活动，这些对锻炼自己呢，总有一些比较好的一种代价。基本上呢，我的那心得呢，就讲这个过了在这里。个基点么呢？在那个里。观众睇下节目，如果有啲意见和建议，或者有啲鼓励嘅话呢，听下玉林电视网，点击倾偈，都点击互动留言板，同我哋交流。再见。再见。一条水渠，一座桥，成为咗呢度独特嘅风景线。喺曾经嘅火红年代，呢、这个靠肩膀同埋双手促成嘅利民饮水工程，大家称之为洪江渠。7月11号，倾偈节目同大家倾倾，曾经系玉林人嘅骄傲。洪江渠的感人故事。